买的土豆还行，拿来做洋芋孔干饭还不错。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，风铃响起又是一天，云很轻，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，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。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，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。哇，这个锅巴有太香了，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，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这个孔饭简直不要太好吃了，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拂着。快来一口吧。